座座毡房，河流向飘带，晚音向远方。一首充满乡情的民歌，美丽的乌珠穆沁，描绘出了北国草原的壮丽风光。位于大兴安岭余脉西麓的西乌珠穆沁草原，犹如一幅华美画卷。勇士赳赳，手推脚错间传承蒙古式摔跤技艺，凝练成团结一致的草原精神。长调悠悠，高亢辽远的歌声穿越草原，带来历史的回音。白马试金鸡，连翩西北驰。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中，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里，西乌珠穆沁人正以白马啸长空的姿态，策马扬鞭，纵横驰骋在辽阔的草原，奏响新时代的最强音。这是一首传唱在西乌珠穆沁地区的长调，伊和堡格都堡里根杭盖。乌珠穆沁在蒙古语中有一种解释是葡萄山之人，因此在这里还流传着祖先来自阿尔泰山脉葡萄山的美丽传说。乌珠穆沁草原的名称呢，就是由乌珠穆沁部的这个名称来的。元朝灭亡以后啊，就是元廷呢退回到草原，蒙古各部呢互相这个争凶，最后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个部。那么其中的一个应该就是这个乌珠穆沁。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此时的中国北方，明清两大政权激烈对峙。考虑到草原的稳定与发展，乌珠穆沁部落的首领多尔济车臣济农决定归附清朝统治者。在与中央王朝的紧密联系中，这片土地也迎来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期。清康熙48年，公元1709年，这片草原迎来一场盛大的婚礼。据清朝皇室玉牒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玄孙的第五女嫁于滚布扎布。扎萨克亲王家族的滚布扎
悠扬的长调牧歌穿越了历史沧桑和曲水远山，伴随着草原游牧文明的诞生和发展。蒙古语中长调被称为乌日图道，亦即长歌，除指曲调悠长外，还表示历史久远。斯琴格日乐，西乌珠穆沁旗的牧民歌手。每到假期，他总是会带着一些学生来到赵纳斯图纪念馆。赵纳斯图是所有牧民歌手心中的榜样。1957年，锡林郭勒盟举办首届牧民歌唱大赛。来自西乌珠穆沁旗的赵纳斯图以一曲高亢辽远的原体早流马吸引了在场评委和观众的目光。长调的技法在内蒙古不同地区各有特色。西乌珠穆沁所在的草原地势平坦，相比其他有高原阻隔的地区，长调更加平缓悠长，富有穿透力。原体早流马这首民歌充分吸收了字少腔长、尾音悠扬的长调特色，在一首曲调中多次利用诺古拉的特殊发音技巧，这种口语咽腔配合的复杂动作能够发出类似颤音的声音效果。1959年，赵纳斯图被邀请进入内蒙古艺术学校，开创了长调专业。赵纳斯图在从民间艺人蜕变成大学教员的过程中，把音阶练习带入了课堂，让原生态的唱法增加了艺术化的表达，也让长调艺术纳入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之中。赵纳斯图老师把这个游牧文化，把长调带进艺术的课堂，从那开始我们长调的这个教学各方面呢，走到今天培养了有几千个长调的演员和教师。现在呢发展到我们有本科生、研究生。2005年，西乌珠穆沁旗长调协会成立，搜集和整理了200多首长调民歌。2015年，在西乌珠穆沁旗举办8省区首届赵纳斯图杯蒙古长调大赛。西乌珠穆沁旗长调协会会长敖特根巴特尔和牧民歌手斯琴格日乐，在进行多年长调的曲式结构研究后，决定要在新一年的那达慕大会上创造出一首歌颂草原白马的长调。在结构创作上，他们沿用传统的复式结构，但在歌词内容上却融入了新时代的蒙古马精神。全新的长调曲目为草原牧歌注入了新鲜血液。2010年，受原国家文化部邀请，斯琴格日乐远赴瑞士、奥地利等地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传唱在西乌珠穆沁地区的长调再次迎来世界观众的赞许。古老的长调被纳入到中小学生的课堂，在舒缓的旋律中，少年们将祖辈的故事继续传唱。传承千年的长调正在为世界艺术宝库写入一曲动人的
生态牧歌。锡林格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民兵白马连，是一支由蒙族平埔牧民组织起来的优秀民兵连。这段视频资料来自1965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简报。民兵白马连是一支在1958年组建的民兵骑兵连，由于西乌珠穆沁盛产白马，所以民兵以乘骑白马为主。这支民兵连因为练就人马合一的军事技术，声名远播，曾30多次为外国来宾做战术表演。连长德利格尔·朝克图还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历史上的白马大都生存在阿勒泰地区。相传西乌珠穆沁地区的先民们从阿尔泰山向东方迁徙时，他们所用的马就是为也是遗传决定的，基因决定的。那么它的遗传机制的研究，对我们今后学习乌珠穆沁白马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科学依据。所以这个地方品种的这几个特色呢，我们蒙古马必须保护下去。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全国唯一一个马属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科学观测试验站里，-81摄氏度的低温冰柜，储存着中国29个马品种的血液与基因数据，其中白马的基因数据是科学工作者们研究的重点之一。物种的基因比对是研究物种进化演变亲缘关系的重要手段。芒莱希望构建白马基因数据库，能够探寻到白毛色的进化规律，让悠久的草原白马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从成吉思汗的战马到今天人们心中的文化信仰，西乌珠穆沁人始终与白马相依相伴，共同奋战。西乌珠穆沁旗政府一直在为马产业链的延伸助力，目前草原上奔驰的白马达到6000多匹。7月的草原水草丰美，那达慕大会如期而至。在那达慕上备受期待的开场仪式，便是民兵白马连的骑术表演。从2005年开始，西乌珠穆沁旗连续举办800匹蒙古马阿吉乃大赛，即蒙古族马文化艺术节。在成吉思汗瞭望山，成吉思汗与白马的故事还在述说。在那达慕大会上，白马与骑士
将西乌珠穆沁草原纯洁坚韧的精神完美诠释。马粪烟呐，好好的熏吧，把你古老的烟味留下，那是一种永恒的气息。这首《熏皮子歌》描绘了草原手工艺人制作熏皮袍的过程。西乌珠穆沁草原属于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冬季长，夏季短。在与严寒的对抗中，西乌珠穆沁先民创造出了由整张羊皮熏制而成的熏皮袍。这样的皮袍具有美观、百年不坏的特点。花拉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珠穆沁熏皮袍制作技艺传承人，他的手艺是祖辈们传下来的。女儿是乌兰木齐的一名舞蹈编导，花拉想利用新得的几张羊皮制作成皮袍，送给女儿当作冬季的演出服。做一件熏皮袍要历经20多道工序，50多天时间。秋天正是熟皮的好时节，熏皮袍的最佳面料是乌珠穆沁绵羊皮。这种羊伟大如善，羊毛天生具有螺旋状的卷曲。秋季的绵羊经过春季剪毛和夏季青草的牧养，生长的羊毛细软发亮。在用粘土和扇帘刮去多余的油脂后，花拉会将羊皮放入自家酿制的酸奶汤中，这是乌珠穆沁熏皮袍特有的工序。酸奶最好的搭档是高浓度食盐，当鲜羊皮处于盐水浸润的状态时，细菌将失水而亡，而酸奶中的酸性物质起到软化羊皮的作用，可以让皮子变得细软服帖，不易变形。随着一缕缕青烟飘起，羊皮在马粪的微熏下逐渐接近大地的颜色。这些皮料只有在手工艺人的巧思之下，才能变身为一套华丽端庄的乌珠穆沁蒙古袍。熏皮袍因为质地厚实，所以从裁剪到缝制都只能依靠手工完成。对于有着50多年制作经验的花拉来说，在拼接缝合时仍要小心翼翼。在花拉看来，熏皮袍是代表家乡的文化符号，只有将带有草原印记的云朵、草地点缀上去，才算是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为了让熏皮袍的手艺和民族服饰制作工艺在新时代仍被接纳，西乌珠穆沁旗政府多次举办乌珠穆沁杯蒙古族服装服饰比赛。2014年，在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冰雪节上，花拉为主办单位送去了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穿着的8套服饰，成为冰雪节上最亮丽的风景。2017年，花拉的女儿纳仁图雅所在的乌兰穆齐舞蹈团排演了舞蹈《熟皮》，生动地展示出熏皮袍的每一个环节，
把柔皮的辛苦与熏皮的智慧完美诠释，也让即将远离大众视野的传统工艺通过艺术的形式继续传承和保护。广袤的草原，辽阔无垠，牧民们总能在服装上勾勒出自己的精神家园，用非凡的创造力寻找着连通过去与未来的纽带。蒙古式摔跤在草原上被称作搏克，与赛马射箭一起并称男儿三艺。在这幅历经沧桑的阴山岩画上，草原儿女摔跤的场景依然清晰可见。蒙古族先民聚在一起，互相总结与野兽搏斗的经验，这就是搏克运动的雏形。因为源于实战，今天搏克规则中仍保留大量适宜临阵搏斗的特点。比赛时选手不分重量级，哪怕对手的身高体重都远远超过自己，搏克手也必须像身处战场一样一往无前。对抗中技巧动作都不得分，只要一方倒地，输赢立判。额尔登·巴雅尔拥有50多年比赛经验，是西乌珠穆沁旗搏克运动的领军人物。1982年，额尔登·巴雅尔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全国中国式摔跤比赛，赢得了第一个全国冠军。此后20多年，他共获得了109次全国和世界冠军。为了表示钦佩和折服，蒙古国边防部队司令曾将额尔登·巴雅尔的英姿编织成挂毯，并托专人献给这位搏克健将。多年的比赛经验让额尔登·巴雅尔明
清晨，额吉阿拉坦图雅早早地忙碌起来，他约了几位牧民朋友一起。За баахай хань үед энэ Монгол эртэ ингээд цоож өссөн энэ тэргээр ингээд нүүдэл малтлын амьдрал хийх нь бүр энэ Монгол эртэ цоож Монгол тэргэндээ цоогаад яадаг. Одоо амьдрал сайжраад одоо энэ бүдүү Монгол гэрэн багсгаад энэ жихан гар хөрлөгийн юм болгоод одоо зэрэг энэ жижиг энэ жугатлын юмд ингээд зориулаад гэртээ энэ улс 50 тэргийн бас мартахгүй хууч уламжлалт юм юм байсан гэж хэрэгэлсэн юм мартахгүй.就像嗡嗡的声音，就像坐了火车上头一样，然后开始走线的时候，那脸上头布满那个。
骏马飞驰，映衬出草原的静谧与优雅。长调悠扬，唱不尽岁月的激荡与风流。西乌珠穆沁旗，一座被绿色原野包围的草原，酣畅的勃克竞技在这里迸发出激情。白马的信仰与游牧文化的力量，让广阔富饶的大草原绽放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飒爽英姿千里驰，草原白马是金鸡。西乌珠穆沁旗，以白马奔腾的姿态一跃千里，走向新的时代。